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鬼灭之刃的世界。今天我有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要成为最强剑士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家盖起来。一开始的话，要来买这个零元的按钮，来购买。买了这个按钮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开始帮我赚钱了。赚到的钱就可以从这边领出来。那接下来就可以继续来买下一个按钮。那一直买这些按钮呢，就可以渐渐的把我的家盖起来。下一个按钮要70块钱，这边还有钱，有了70块啊，再买下一个按钮，接下来的话要140块啦。这边钱好像不太够了欸，没关系，我还有第二种赚钱的方法。拿起我的斧头，可以来去砍树赚钱啊。砍树之后呢，就会有木头，木头可以拿去卖掉。来来，来去砍树，来把这棵树给它砍掉吧，砍掉这棵树，有了，再来砍第二棵，好，砍掉了，接着再砍一棵就好，有了，砍掉了三棵树了，那这样子我就得到了三块木头，接下来的话来去卖木头吧，卖木头的话要先下山。那要小心啊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鬼，随时会来袭击人类。旁边这边就有一只欸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哦，他哎呀，追过来啦！我想说他没发现我，完蛋了完蛋了，看来只能跟他打啦，来吧。呀，他好硬啊，砍不倒欸。哇，斧头丢出去啊，没丢到。砍不死吗？我打得赢吗？呀，完了完了，我要死我要死！哦，有了，砍倒啦！把鬼杀死之后，掉了一个东西耶，哦，掉了钱啊！哇，钱还蛮多的哎。好啦，那接着来去卖木头吧。来啊来，要小心啊，随时会有鬼来袭击我。哦，到了到了卖木头的地方了。啊，只要找这个人就可以把木头卖掉，来吧。This is it。哦，赚到了1000多块钱。那接着再回去继续盖家吧，来吧来吧。哎呦，前面这个不是鬼吧？他是鬼杀队的人哎、欸。哎呦，鬼杀队的人也会来攻击我啊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会死啊！我血不多啦。哎、欸，不要啊！这鬼杀队人也太强了吧！好啦，我又回到家里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把这些钱领出来，继续来盖我的家吧。来看一下盖这个的话，哦，我家的柱子盖出来了，渐渐要成型了。再盖再盖，别250块。哦，有榻榻米了。接下来的话，哇，要3000块啦，钱不太够了。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盖。啊，这边还有可以帮助我赚钱的，一盖起来，啊，钱不够了，看一下，哇，钱真的不太够了，好吧，看来还要再去砍树啊，再去砍树赚钱吧，来吧来吧，砍树砍树，好，这边砍了三棵了，接下来下山吧。山上已经没什么树了，看只能到平地这边砍啊！哎，这棵再砍掉吧。好，十颗木头了，来去卖吧，把它卖掉。再往前，哦，前面就是刚才把我杀掉的人，我想要来复仇哎、欸！来来，偷袭他，偷袭他，中了，上啊！来吧，复仇啊！把你砍死，有了，终于把你砍倒啦！然后他也掉钱了、欸，砍这些鬼和鬼杀队的人也可以赚钱啊！来，接着把木头卖掉吧。This is it。哦，2000多块。I guess I'll 然后平地这边也有一些树啊，我们继续再多赚一点钱，再回去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我这边赚了一堆的钱了，继续来盖家吧。来吧，这边哦，开始有屋檐哦，有屋顶了，哇，
还有第二层啊，好，把它盖起来，把它盖起来。第二层，把它盖好。哦，有了，我的家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盖里面啦，里面有什么呢？葫芦，哦，还有楼梯耶。这个又是什么？有制服哎，这是鬼杀队的制服吗？我可以穿吗？有了哎，我变成鬼杀队的人了。接下来来去二楼吧。点灯哦，这边有一件衣服哎，有3000块买啊，啊，先买啦，用个黄色好了，好吗？哦，有了哎，这还蛮酷的。啊，这边呢？这边还有什么？来来哦，里面就是一些家具啊，一些床。好，这样子我的家就完成的差不多了。外面呢？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？来看一下这边，5000块的哦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，跟他讲话看看。So, you wish to learn the way of the katana? 啊，可以来跟他买刀啊。有好多刀哦，那鬼灭之刃的主角我记得是水之呼吸，所以我想要来买水之刀。水之刀的话要6万块，我钱刚好够耶，但是呢还要收集其他的东西啊，要收集一个木材，还有一颗矿石。什么矿石啊？看来要去找矿石啦。好，来吧，来去找矿石。走吧走吧，哪边有矿石呢？下面这边有吗？哦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来来，敲爆这个矿，应该就会得到矿石了。有了，拿到矿石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还有一块木头，来砍一棵树吧。有了，这样就有矿石、木头，钱也够了，可以回去买刀啦。好，来买那个水的刀，这个水的 katana 水之刀，购买。Okay, let's begin. 有了，哇，这刀也太帅了吧！来试试看。哎呦，好，来去找鬼四刀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一跳下山，哪边有鬼呢？哪边都没鬼哦，前面有两个，一只鬼，还有一只鬼杀队的人。好，来吧，是，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然后再用其他招，还有第三招啊，卷起来，哇，两个人直接飞起来了，这刀也太强了吧！去死去死！好，还有最后一招必杀技啊，来咯。直接召唤一只水龙啊，然后把两只全部砍爆了，这个太帅了吧！来来来，再砍一只，再砍一只，这边还有啊，就是，哇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然后再来，卷起来，还没倒啊，人呢，人呢，在这边，最后再放个必杀技。好，最后的话，我要来挑战最强的鬼，我可以打得赢吗？来咯，在这边上吧！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他会放技能欸！哇，太强了吧！去死！等等，在这边，来吧，水上去，必杀技，水龙水龙，来咯！人在哪？人在哪？哦，在这边。哇，他好硬啊，打不动啊！哇，再来一次，来吧！这里我一定要打死你啊！去死！再来，再来！哦，打那是什么招啊？远距离的也太强了吧！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跑哪了？哟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！去死吧！再来再来再来！哇，
被轰开了，完了，血又剩一点点了。卷起来，再来放绝招，放绝招呀！啊，好，这次打得赢了吧？来吧，大招去死！人呢？人呢？在哪？在哪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剩一滴血了。最后，最后，最后了！哇，超硬的，最后一血打不死哎、欸！去死，去死！哦，有了！终于打赢了！哇，他掉了一堆东西哎、欸！好了，来把这些钱捡一捡，哇，好多、哦！哎、欸，其他鬼过来了！好啦，那最终 BOSS 呢也打赢了，实况就先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